Hell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户外小徐。然后最近啊，朋友们问我，你的串钩呢？你不是说有个几百枚钩子的那种大串钩，扔到水库里边去钓鱼吗？为什么没有更新了，也没有看见你直播了？然后咱们还在做啊，咱们还在做这个串钩。因为它这个比较麻烦。我打算先搞一个500米的长度，一根主线上有500米的线，然后上边有500枚钩子，然后挂上蚯蚓，同时把它扔到水里边去。这肯定是特别的刺激啊，因为能钓到这个黄辣丁啊、黑鱼啊、鲶鱼啊、鲫鱼、鲤鱼都能钓得到啊，只要是这个在河里边、在水库里边的鱼应该都能钓得到，因为饵料是蚯蚓。放上蚯蚓之后，每个钩子上都挂着蚯蚓，都把它放到水里边了，肯定特别爽，你们就等着就行了。我会给你们更新的啊，然后到时候逮鱼的时候我也会直播，肯定特别刺激啊。你们看看老弟的别的作品，老弟也玩丝网，玩花篮，啥都玩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就这样啊，继续工作了啊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啊。